我陳嘉琪承諾絕對不會傷害自己或自殺。我葉俊承諾絕對不會傷害自己或自殺。我會在感到有傷害自己的意圖時，立即報警或向撒瑪利亞會求助。我會提醒自己，問題有很多解決方法。親人和朋友亦不希望我受到傷害。林家樂謹此承諾。